2022年好，大家好。我的麦呢？你好，我好久好，不见。大家好。开开心心又一年。你要把 YouTube 把已经打开了，旁边不？你又在哪里？在哪里？我已经用 YouTube。在哪？你好。啊，你好，你好。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别要带上，要开机了，开机。现在别带，啊，现在别，现在别开，一会儿你们说话就先挂着就行。一会儿帮你开机也行。好。那个，有完了你去把那个打开了吧，给我关掉。电视大是吧？哎，没人呢。没有人来是吧？嗯。大周末的。好，这咋办呢？音箱那边有人吗？有，都有。音箱那边有人在看什么？马上开始。啊，原来打这个还是 mute 是吧？那我要这是。unmute。OK。大家下午好啊！感谢大家参加 GoMax 的今天下午的线上讲座。那今天的讲座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上半场是由我来给大家做一些投资的介绍。那么下半场呢是由我们 Austin 程总啊给大家带来，主要是今年2022年的一个展望，以及呢2021年投资的回顾。那么把上半年呢去年上半年在堪培拉呢跟大家见过面啊，当时呢给大家讲了一些股票的机会、行业的分析。那么从这个锂矿啊，到这新能源电车啊，电动车，那么再到电池行业，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涨幅呢，都非常的惊人。所以说呢，今天的内容呢，应该还是会很有价值的，尤其是2022年的市场变化啊，风云跌宕。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要给大家先做一个投资的免责声明。那么这部分呢，也是我们在澳洲啊。正规的金融公司必须要做的啊，就是我们给大家的投资建议呢，并不代表咱们个人的财务状况的考量。那么大家呢，如果是想要根据我们给到的策略进行投资的话，那么也要考虑到咱们自身的投资情况还有财务状况。那么同时呢，我们的信息呢，也不代表 GoMax 啊，只是给到大家客观的市场建议。那么在此呢，我们也特别鸣谢我们的赞助方啊，这个 CBR Life。那么在本次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奖品啊，是苹果的 AirPods 3的耳机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多让朋友参加我们下午的活动。那么最后呢，我们也会抽奖把礼品送给大家。那么在进到这个今天的主题部分呢，这个目录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会顺着五个板块来走。那么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公司介绍了，第二部分就是市场回顾，然后呢市场的危机，以及呢思考一些投资的机会，最后呢就是问答环节了，比较中规中矩。那么大家在观看的时候呢，有任何的问题啊，就在屏幕的下方打出来，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告诉我们，在最后的问答环节呢，我们会统一帮大家去做一些解答。那么首先呢，我们对公司的这个介绍啊，其实我们产品非常丰富啊。大家呢，现在如果是想要做任何的金融产品投资，不管是从大宗商品，像黄金啊，很多朋友喜欢买黄金、白银啊。那么很多朋友呢，平时开车啊需要加油，那么买原油。那么包括澳洲咱们2000多只股票，以及呢美国的和香港的主要股票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金融产品，大家都可以在我们平台上做投资。那么投资的金额呢或者是资金呢，可以使用美元、澳元，那么大家也可以用 Family Trust， 用公司，用 Sole Trader 或者是用个人Joint Account 来投资。那么根据咱们自己的这个税务情况来考量投资的这个主体。所以呢，整个在澳大利亚的投资环境呢也是非常的丰富那么所能够从事的投资的项目策略和产品呢也非常的丰富。那么 GoMax 在过去呢也发展非常快我们在全球目前呢应该是处于
券商的领先行业的头部了。那我们也赞助了去年的切尔西球队，包括也赞助了加拿大的温网和澳洲的澳网。那么这些体育赛事呢，也帮助公司呢能够走得更快更稳啊。那么同样的体育赛事精神啊，包括去年切尔西是夺得欧冠冠军，那么也希望呢再次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好的投资的机会。那么我们在2005年、2004年的时候呢就拿到了这个 retail 的在澳洲做金融券商的资质。那么也在2015年呢成立了中文部从此之后呢我们就成为了澳洲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家券商。那么尤其是在咱们华人领域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介绍一下澳洲的咱们 ASIC 监管那么在澳大利亚呢只要是有合规的 AFSL 的金融牌照的话都是需要符合澳洲 ASIC 监管体系。所以说咱们华人朋友来到澳大利亚，如果是要做投资的话，首先要看一下这家公司有没有合规的金融牌照和资质。那么只要符合了这些监管，那么就可以保证大家的首先就是资金安全那我们的资金呢，括户资金投资的资金呢是放在隔离账户的有点像中国的第三方托管。所以说呢公司GoMax 是没有办法动咱们客户投资的资金，那么资金呢是完全隔离的。那么这个呢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在金融市场上做投资了。那么回到个人介绍，那么我本人呢也是上半场给大家做演讲的嘉宾那么我自己呢也是获得了澳大利亚的统计学的这个认证资质，那么同时呢也是拥有一些金融的像 RJ146 的证书等等，同时呢又是在相应的一些媒体像1341AM 广播电台上做一些特邀嘉宾的活动，每天呢可以给大家播报一些广播和财经新闻。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进入到了正题也希望大家呢在接下来的一小时内能够收获颇丰。那么很多感兴趣来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应该首先想要赚钱，那么又会有一个疑问，在澳大利亚做一些投资金融投资尤其是股票能不能赚到钱。这个表呢就是我们澳大利亚的股市在过去的十几年二十年时间它的平均回报率，我们看一下 ASIC 200的平均回报率呢是超过了 14%， 就是说在过去的任何一年时间里面我们去买进去然后长期持有，它的年化平均回报率呢是相当高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下边的这个图这个图是在过去的20年、30年的时间里面应该是接近40年，从1980年开始到现在40年的时间，那么澳洲股市它的回报和亏损的年份那我们很明显看到了这个柱子向上的是赚钱的年份，那么向下的呢是发生亏损的年份，很明显是涨得多涨的时候多。那么并且呢在1998年和2008年呢是两次众所周知的金融危机，那么在2020年的3月那么也发生了疫情所以说当年呢股市是出现了大幅的震荡。那么除此之外正常年份澳洲200的指数呢澳洲股票大盘都是上涨的。所以说呢这样呢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个现象，就是股市的背后呢是这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一批上市公司那么这个国家最聪明的一群人成立的公司才有机会上市，对不对？那么最优秀的一群人，那么他们在上市公司工作的这群人呢也是获得高薪的，那么就是最有才华的一群人，资本最多的这样的上市公司融资能力最强的，他们其实背后代表的呢不仅仅是公司本身产品本身，而是一个国家的头部的行业和国家的经济。那么这个国家只要在发展，最终的股市大盘长期就是上涨的所以说我们看美国看澳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它的股市长期都是看涨的。那好了，我们就既然知道股市是值得我们华人朋友去考量去做一部分资产配置的，那么我们就要知道现在的股市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周期里面到底是未来要涨未来还是要跌，还是说未来的市场是比较震荡的。这个图表呢就是经济周期的一个表，非常重要曾经呢我国内呢有一家做私募的朋友他跟我讲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面，他们私募呢就按照这个表格来做投资，那么获得的收益呢超过市场平均值400倍也就是说你平时跟着大盘走，像中国的股票对吧，十年又回到3000点没涨，但是呢如果是按照这个图表，我们对于投资的产品标的投资的资金进行不停的切换，按照这个经济规律来做，那么是
其他普通大盘回报的400倍，就是大盘没动啊，它的回报呢是涨了400倍，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面。那么这个表说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第一象限、第二象限还有三四，那么这是四个经济周期啊，从复苏再到这个快速增加，再到经济增长放缓，再到经济衰退，它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人类历史上呢，只要有经济，只要有资本啊，只要有金钱的流动，都逃不离这四个经济周期。所以说呢，我们要找到现在我们是在哪一个周期里面，未来经济会迈向哪一个周期啊？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我们现在应该是买什么行业的股票啊？我们到底是要存现金，还是买黄金，还是多买楼买房？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在第二部分啊，就是说从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到现在啊已经度过了经济复苏的阶段。那么这个复苏呢，主要是在资本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复苏。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为什么啊各国央行一直在加息啊，或者是说今年进入加息周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呢是在过热阶段。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房子也好，股票也好啊，都是涨得非常火，在去年。尤其是去年美国印钱印的是全球最多的啊，那么美股也创出历史新高。那么在过热这个阶段呢，我们会发现啊，我们给到的这些案例啊，那么首先就是说利率啊要出现上涨，通胀已经发生上涨了，美元指数啊要上涨，那么股市欧美股市都在高点，正在探顶，对吧？我们看到了它标出来是美元走强探顶，股市上涨探顶，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正在这个探顶的过程中。那么货币供给增速呢已经是到了一个探顶的阶段啊，就是那个蓝色标题。那么现在很明显政治上啊，或者是央行给到的政策，那么很明显的就是蓝色货币供给速度呢已经是完全到顶了。那么企业利润增加，这个呢也是在美股和澳洲股票上都能看出来，企业财报在去年的财报都增长非常亮眼。那么未来呢就会进入到增长缓慢的过程中。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我们的通胀开始做过高啊，那么股票市场呢已经走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这个时候呢政府就要开始加息进行调整了。所以未来呢到五年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会逐渐的去进入第三个阶段。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做的啊我们接下来会讨论，但是呢不能做的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小生意未来会越来越困难。这个逻辑呢也非常的简单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成本啊，大家不管是开店还是做小生意啊，那么我们现在经营成本非常这个增加的非常多。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另外呢我们的消费群体的基数呢是在逐渐变小的，尤其是在澳洲这样依赖于移民的一个国家啊，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华人啊一直在想办法进行商业上或者投资上的转变。那么这个图呢是在 Costco 啊，我前段时间去逛 Costco 看到的这个西瓜的价格。那么大西瓜呢从这个9块钱一个8块钱一个现在已经涨到了17块9毛9一个了，这是 Costco 啊，基本上已经吃不起了。小西瓜呢也变成了6块9毛9一个啊，原来小西瓜可能只有2块钱3块钱，现在都是翻了一倍到两倍。三文鱼呢澳洲三文鱼很多，对吧？那么现在呢也是将近30块钱澳币啊。那么这样的价格翻倍的增幅呢，对于我们普通群众的购买力来讲是非常大的伤害啊，尤其是呢我们工资增速远远没有通胀增加的这么快啊，我们工资没有翻倍，但是吃个西瓜已经吃不起了。所以呢未来呢政府呢出现会这个在利率上进行调节是必然的。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的一个客观事实就是未来加息啊，既然政府要加息咱们都知道了，那么加到什么程度，对我们的投资啊，我们的房产有哪些影响，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所以呢这幅图呢就是美联储给到大家的一个加息图表啊，这样的一个路径图，那么显示出来呢未来美联储到哪一年会加息到什么程度，咱们根据这个来算一下我们的房贷成本，我们的这个负债成本啊，以及我们未来投资哪些行业。首先呢在2022年开始呢，今年呢美联储应该会加息一次到两次，那么加息从零啊基本上要涨到 0.13% 左右平均值。那么进入2024年之后呢，美联储的加息节奏呢会加快，进入快速加息周期，这也非常好理解。从今年到2024年 ,234 啊，还有这个将近三年的时间。三年的时间呢 ,Omicron 也好或者是新冠也好，基本上啊是要接近尾声的。所以说三年之后，那么市场经济啊完全复苏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没有必要再给很激进的货币政策了。因此呢那个时候就开始快速加息，就是说在22年到24年之间，可能加息呢也就是加到 0.2%、
0.3%，但是在二四年之后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就可能连续三年的加息直接加到2.4%、2.5%左右。那么澳大利亚呢，肯定是要比美国的利率要高啊，所以说澳洲那个时候的现金储备利率呢，可能会加到2.7%、2.8%。那么换到我们的房贷呢，也就是说在未来的4年、5年时间，我们的房贷呢要比现金利率至少要高2.5到3个点啊！就现在咱们房贷呢已经是涨到了接近3%，对吧？澳洲现金利率还是基本上是0.1，所以说呢，到那个时候，澳洲现金利率涨到2.8%，那么我们的房贷呢就是基本上是在5.8%左右啊，这是一个峰值啊。那么对于大家来讲的话，不管是从房贷涨到4.9%也好，5.8%也好，那么大家呢就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啊，就是说未来我们的负债压力呢是非常高的。那么底下的这个图呢也是非常清楚的告诉大家过去加息的路径以及未来加息路径啊，那么也有中文的解释，大家可以把这个图截下来看一下。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呢，澳洲的房市呢基本上到达了一个顶峰，尤其是悉尼当时的房价呢啊，从2017年之后开始回落，2017之后2018、2019年两年是下跌的。那么悉尼的房价下跌，它并不是因为啊这个移民人数少了，也不是因为人口增长慢了，而是因为加息，对吧？我们看左下角的这个图啊，在2017年的时候呢，已经进入了快速加息的节奏，2018年利率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正常化。所以说呢，利率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资本市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好了，我们在最近这上方的几张 PPT 呢，给到大家的结论呢，啊，就是这四点啊。首先呢，第一点就是从长期来看的话，股市呢最终都是上涨，当然了，前提是要符合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依赖于经济周期做决策。那么每一次股市大跌呢，都是最佳买入的时机。像啊，疫情的时候3月份，对吧？那个时候大家感觉世界末日都要来了，股市呢暴跌。我们再看现在啊，美国跌完之后，现在的股市都涨了2倍，甚至部分股票呢涨了10倍、20倍都有。那么我们当时没有上车啊，未来如果是2022年股票出现了一定的回调，部分行业出现了回调，那只要这个行业未来还会发展，还会创新高，那我们现在买入股票基本上都是能有几倍的利润。那么再看今年2022年资本市场呢，刚刚也讲过了，从第二象限开始向第三象限迈进啊。那么迈进的过程中呢，就是实体行业会进入持续的啊寒冬，不适合大家自己去做一些小企业小生意，而有能力抗击风险的呢，就是那些现金流比较充沛的大型的公司，尤其是以上市公司为主。你说小矿企或者是一家小的开采矿的公司，它可能在未来的不确定的经济周期里面倒闭，但是 BHP 力拓啊，这些大型的公司不会倒闭啊。华人小的超市，对吧？ Supermarket 或者是 Asian Market 可以倒闭，但是呢 Coles Worlds 是不会倒闭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行业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行业不错，但你呢要谨慎，自己不要去搞啊，因为自己搞的风险太高。那我们就去找这个市场行业里面风险小的啊，有经验的，团队人才最多的，最好的，最优质的，融资成本最低的上市公司。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供应链也好，尿素啊，包括这些啊，燃油啊，这些价格都已经涨到非常高的位置，甚至呢，像稀土、尿素，中国都已经不再出口了，澳洲非常短缺，未来呢，粮食涨价，通胀严重，这个呢也是非常客观的事实。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啊，刚刚讲到的啊，就是房价和利率的关系，利率只要高，那么房价回落呢是一个必然啊，因为大家的持有成本升高了太多。所以说呢，如果是未来开启加息周期啊，为什么带上周期两个字呢？就是因为它的时间非常长啊。如果是只有1年、2年，不叫加息周期。加息周期一旦开启的话，至少是5年起步啊。所以说呢，我们刚刚那个图呢，也是给到大家是一直加到2030年。那么当时呢啊，我们在过去啊，1970几年、80几年、90几年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加息节奏呢也是非常恐怖的啊，是一直加了10几年，一直到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澳洲的利率才会慢慢从17%降下来。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澳洲的房价才开始涨啊。所以说大家要理顺这个关系啊，因果是先利率变，而后房价跟着动。那么很多朋友呢啊，既然想要了解啊，那么大家会觉得我在澳大利亚我不懂英文，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想投资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 GoMice 呢是有这个每天有短信的啊，告诉大家会今天买什么股票啊，买黄金还是今天不要买黄金好，就是会非常明确的发短信给到大家。
那么我们当然呢也会分啊 VIP 客户和普通投资者。那么 VIP 客户呢，基本上这些所有的服务呢都会获得啊。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咱们在中国炒股啊，放个20万、30万、50万人民币都是很正常的。那么在澳洲呢，我们对 VIP 的要求呢没有那么高啊，大家如果是10万、20万澳币，其实呢就完全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那么资金呢，只要在5万以上，就可以获得我们所有的基本上啊这些电子、短信、邮件的服务。那么同时呢，我们的投资报告也非常精准啊，我们每周呢会有2到3篇投资报告，大家呢要自己主动向我们的小助手去要啊。如果是想要看电动车的啊，想要看澳洲的锂矿啊、稀土矿，那么想要看这些自己感兴趣的报告，那么 VIP 客户呢都可以和我们要。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投资经理呢会给到我们的投资者非常专业的建议啊，比方说出现了我们认为重大转折啊，像去年中概股下跌，那么我们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去做啊，到底是抄底还是说做定投，还是说要做空。那么大家听了我们的建议之后呢，就会对当下的投资的啊这种逻辑和局势有新的看法，那么多一个人参考，多一个观点，能够帮助大家减少犯错的可能性啊。如果是您觉得要买啊，要买银行股，我们觉得现在也要买银行股，大家想法一致，成功的概率呢就会更高。那么我们也提供啊全球优秀的操盘团队给到大家，就像基金啊，大家如果是可以想定投基金，我们都是非常支持的。所以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众多投资策略中的一个啊。那么这个投资策略呢，它就是利用市场消息来进行投资的。这个逻辑呢，咱们华人都比较擅长啊，也能听得懂啊。我如果是拿出一堆数据说啊，做统计学模型啊，做这个什么 EA， 大家也听不懂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讲到的呢，就是我们众多投资策略中的这种最直接的啊，我们叫推导法。那么首先呢，大家都知道一个新闻啊，就是在2030年。英国也好，欧盟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或者中国、澳大利亚，都开始限制燃油汽车，都推进，像英国完全禁止燃油车上路，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发现全世界这么多国家，这么多人口，几十亿人口，最终呢，你的燃油车都要被淘汰。这么大的市场，一辆车我们就算，5万澳币，对吧？5万澳币，那假设10个亿的人口啊，这些发达国家未来都要淘汰燃油车，那这是给新能源电动车多大的一个市场啊？所以说呢，我们用10个亿来乘以5万澳币，得出来的市场规模呢，就是未来至少能达到这样的电动车行业的规模。所以说你给特斯拉的估值啊再高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未来市场空间是足够大的，每个人都要换一台电动车。所以说呢，根据这样的新闻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思考的深度啊，第一个深度呢，就是我们要思考直接受益的是哪些行业啊。首先就是电动车，对吧？那么我们好了 ，GoMax 团队就会给到大家，在所有我们现在能够购买的上市公司里面，有哪些不错的汽车公司。首先就是比亚迪啊，比亚迪当年巴菲特也投了。那么比亚迪的电池技术呢，是全球最领先的，比特斯拉还要强。那么特斯拉当然大家都知道，然后还有美国的 Rivian 啊 ，Lucid。还有中国的长城汽车啊、蔚来汽车、理想汽车，以及呢啊传统的像福特汽车。那么这些行业我们选择之后，我们再找这个行业里面的龙头，每个国家的龙头，我们再去做对比，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呢应该去投这里面的10家啊 target 的公司里面，到底是哪一家、两家是最值得我们去投资的。那么对比出之后呢，我们当时呢给到大家的是蔚来汽车。所以说呢，蔚来汽车我们推广的时候呢，价格只有2块钱、3块钱，后来呢涨到了60啊，30倍的涨幅。所以说呢，同样是汽车行业、新能源领域，我们选择了一个最有潜力的、风险相对较低的。那么同样，如果是咱们买特斯拉，可能只是翻了1倍、2倍，但是呢，买了蔚来可以买涨20倍、30倍啊，这个呢就是区别。当然了啊，我们在思考完一级深度的思维逻辑之后呢，我们再往下剖析啊，就是说。我有两个逻辑，第一个逻辑呢是我在汽车领域我继续深入，那么就是汽车系统的深入挖掘。那么第二个逻辑呢，就是汽车除了电动车之外，汽车本身之外啊，它还需要有电池技术，那么电池还要有锂矿啊。这个呢，因为你燃油汽车跟电动车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所以说呢，它是两个子分类就分走了。那么我们再从二级深度里面的电池和锂矿来考量，那么三级深度呢，就是氢能源和碳排放技术啊。所以说在这一系列里面，我们再去找上市公司，那么就属于
别人没有发现的投资机会，我们发现了，像锂矿啊 PIS 现在呢也是涨了五六倍七八倍。那么右边的汽车系统呢，我们再看啊，苹果在2024年要公布的就是 Apple Car， 那么苹果公司的股价呢也是一路非常稳健的上涨，它自己也有自己的生态系统。那么汽车既然有了新能源之后啊，有了苹果这样的公司介入之后啊，那么他们后面发展的路径呢就是云计算啊，人工智能，无人驾驶。那么这些公司呢又有哪些是比较优秀的啊？包括百度也在造车，那么百度呢我们当时推荐了之后呢也是涨了五倍六倍啊，而后因为中概股的问题呢才出现了大幅的回调。所以说呢我们把逻辑列完之后呢，我们会清楚的发现哪些行业是我们应该去考量的，哪些行业已经涨了，哪些行业是未来要涨的，我们跟进就可以了。所以呢帮助大家做了很多决策上的筛选和漏斗。第二个我们给到的就是疫情啊，这个当然了大家都非常清楚，我们当时都知道利空的是旅游啊，因为大家不能旅游了，飞机不能飞了，航空股对吧，旅游股像 Crown 啊，这些娱乐类的设施股票都要暴跌。那么现在 Qantas、 Jetstar 啊这些公司都已经跌了很惨，但是呢它会利好的大家也非常清楚，是利好疫苗股和呼吸机啊，这两个行业是利好的。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右边的这个图啊，我给到大家的这个两个图显示了我们在2020年的3月24号就已经推广了莫德纳的股票，那并且呢在之后连续推荐莫德纳的股票要买入，因为它呢是 mRNA 技术最核心的能够抗衡我们目前的疫情的这个疫苗。所以说呢我们投资机会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疫苗股，就是辉瑞莫德纳，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呼吸机啊，因为重像大家进了 ICU 对吧，那需要呼吸机，那么这些生产商呢就是 IMD 和 FPH 两家澳洲的上市公司。那么我们看一下他们的股票的价格到底是怎么表现的，像莫德纳我们在3月4号刚刚推荐的时候呢说到的是$23，那么在今年最高点呢是去年最高点是8月9号是$500啊，涨了21倍。所以呢如果我们在一发这个消息大家就是买入的，并且能够持有到最高点啊是这个20多倍，但我相信呢大家没办法持有到$500啊，可能中间就走掉了也没关系，最终呢我们给到买入信号的时候呢应该是最低点了。那么之后呢我们在6月16号啊它突破$200的时候再一次给到了买入的信号。所以说呢不管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或者是你在后来中间的时候不知道是否持有还是说卖掉，那我们告诉大家还可以继续持有，因为它已经突破了，并且呢疫苗已经是实验成功了。那么再看呼吸机这个呼吸机呢我们也给到了推荐的时间那么是在2020年的1月份推荐的。那么我相信大家呢虽然知道疫苗，但是绝对想不到还有呼吸机的上市公司可以买。那么这家公司呢我们推荐了之后呢是澳洲的澳洲上市公司，价格是23到去年底的时候呢价格呢也是接近翻倍了，是变成了40。那么我们推荐的时候$23呢是未来我们看底下有个箭头，它是在 K 线上呢一直都是最低点。所以说我们呢能够通过第一呢是逻辑给到行业，然后再筛选股票筛选行业里面的龙头股，第二呢给到进场价格。那么进场价格呢我们就会依据更多的信息去判断，至少呢我们能够保证的是这个价格呢大家进入的时候呢风险会比较低所以呢我们给到了这个低点进场。那么最后一个我的部分呢就是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就想赚钱还不想学习比较懒，说我就是特别懒怎么办呢，我就是想让钱生钱睡觉赚钱。那么税后收入的这个呢我们就刚刚讲到了，一个是指数投资，一个呢就是我们跟着其他的能赚钱的人去投资。那么底下这个图呢就是告诉我们在 GoMice 的平台上可以进行跟单的，那么有全世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群，那么他们的回报呢有时从每年 30%-40%， 那么过去几年有回报 400% 的、300% 的、256% 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筛选。那么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案例呢就是目前的这个叫 retirement account 就是退休基金50000起投。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在过去每一年的时间每一个月的回报率都非常的稳健，那么去年的回报率呢是比较高的，是80%多每个月的回报呢都是平均在3%-5%-9%左右，那么也有亏损的时候亏损最惨的一个月呢也就亏损9%。所以说呢我们看这个数据长期来看的话效果非常好，我们已经有很多客户在跟着这个账户投资者来进行跟单投资什么都不要做把钱放在里面
系统自动去跟着交易啊。你每天早上就看一下账户，哎，这个月又赚了5%，哎，这个月又赚了2%。你想你拿10万块钱，对吧？啊，你一个月赚5%，其实呢，你这个月就可以出去玩啊，可以去多买一点好东西啊，买一个包就很开心。所以说呢，税后收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投资呢进行分散啊。那么我给了大家一个案例啊，就是说如果我希望我的年收入被动收入呢是6万澳币，那我应该怎么办？首先呢，就是我们拿10万块钱啊出来去投澳洲200指数，历史的回报是14%，我们用了3倍的这个杠杆来投资，那么最终的回报呢是4万多。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拿5万块钱啊跟着刚刚的 retirement account 来投资，年回报呢是40%平均下来，因为去年做的比较好，80%多啊，但是咱们不能说每年回报都这么高，对吧？我们平均一下，那么也是2万多，加在一起就是6万6。所以说呢，我们其实有很多产品和金融市场上是有机会的啊。那么也有朋友说，那我进去了亏损怎么办？没关系啊，啊，你在长线做投资的时候呢，我们考量的不是短期的波动。你说巴菲特什么时候问明天我的股票涨多少了？巴菲特考虑的永远都是啊，我这2-3年我的股票怎么样？未来5年、10年股票会不会创新高？只要创新高，今天跌点怎么样？没关系嘛。然后呢，之后大家也可以啊，也可以自己做决策，也可以自己投资，也可以打电话让我们帮您去下单投资都行啊，也可以去跟单。所以说呢，非常的灵活啊，大家可以学习，跟我们学习啊，看我们的报告，也可以呢，完全是懒人投资。那么总的来讲的话啊，我们的这个内容呢就这么全啊，所以说呢，大家想要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呢，都可以跟我们要。那么再次感谢大家，这个上半部分我的部分就结束了啊，大家可以这个扫码添加我们的小助手来领这样的啊苹果的这个 AirPod Pro 的礼品啊，所以呢整体如果是大家在上半场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在屏幕下方啊问出来，不管是对于明年的投资决策啊还是刚刚讲到的问题，那么大家有问题啊都是随时写下去就行。那么接下来的部分呢就交给我们的程总 Austin 啊，给大家带来下半场2022年的部分。谢谢 Jacky。 好，大家下午好。本来呢是有机会清明啊，这个堪培拉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啊。去年的这个时候啊，我相信大家还历历在目啊，到了现在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再做一个新的展望和计划。做一下简单的个人介绍，我是 GoMax 的悉尼分公司的经理，然后呢在中国、澳洲都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金融机构的资深从业经历。我也本人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金融投资教育的践行者啊，个人比较擅长于做趋势研判和投资组合的设计。那了解 GoMax 的客户应该都知道，我们给 VIP 客户呢一直在创造或者是提供相应的价值。那么这也是我过去这2年来给大家呢在分享以及在这样的一些研究中啊提出来的一些比较好的观点啊，大家可以在屏幕的这个 PPT 里面可以看得到啊。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见面聊过关于澳洲的新能源赛道的机会。我当时呢就跟大家强调啊，澳洲有拥有全球最好的锂矿的这么一个投资机会啊，相信呢应该让大家也是赚得盆满钵满了。 OK， 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回顾一下啊去年的市场的一个大体情况。如果说去年你最赚钱的是哪笔交易，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是要做一下总结的，对吧？但是在我这边来讲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澳洲的这个锂矿三杰。我记得当时在堪培拉跟大家做分享的时候，我就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说全球65%的产量现在在澳洲的手上，是吧？在全球的疫情的冲击下，整个供应链中断的情况下，澳洲具有绝对的这个供应和议价权。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一年以前股票的价格在哪里呢？在屏幕最左边的啊起点位置，而现在在哪里呢？对吧？所以这个通过时间的验证啊，我们确实选中了最优质的这么一条赛道和机会。那么 JXY 呢，在过去的一年呢，也被 ORE 给并购了，然后呢，他们呢共同的呢又改了一个新的名字叫 AKE。所以大家如果现在还想去关注这些股票，
可以去找到 AKE 它的代码，好吧。那么在过去一年，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市场是非常的欣欣向荣啊。我们以美国的标普500指数为例啊，几乎所有的板块呢都是上涨的啊，尤其是像能源、地产、信息技术和金融啊，这些板块涨幅啊都是非常大。那么如果你在交易这些股票的时候没有去买一些巨头，或者说非常这个体量大的这个权重股的话，像苹果呀，像这个特斯拉呀，或者是像英伟达呀这样的公司的话，实际上你是很难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回报的啊。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去买美国的指数。那么从去年的这个市场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大宗商品绝对是表现最好的一个板块啊。相信大家应该最近感受到了这种涨价以后的痛苦，以前加一箱油和现在加一箱油应该差了一倍的价格了，对吧？那么原油肯定是我们在过去一年以来整个市场面影响最为深刻的一个部分。那么其他的像股市啊，这个农产品啊，畜牧产品啊，包括贵金属啊，都有不错的表现。但是整体的这么一个波幅，大家可以看出来啊，权益类资产是跑赢避险类资产的。也就是说，虽然市场在不确定性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但是有央妈的护航，有放水的滋养，整体来讲呢，金融市场或者风险板块的表现啊，反而表现的会比这个避险板块还要好。那么去年我相信大家也历历在目的就是关于能源危机啊，欧洲的能源危机，包括中国的这个电能危机啊，美国停电啊，欧洲停电，包括这个电能的这个叫什么电费涨价，是吧，这些都是由于能源的一些问题，供应链的问题导致的。那么我们作为堪培拉的投资人，或者说作为澳洲的投资人来讲的话，也是迎来了10年不遇的大涨啊。就是去年的地产确实收益非常好，这也给我们很多投资地产的人呢，就是加强了一种正循环，也就是认为啊，地产只跌不涨，但是呢，并不是这样。从图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地产并不是永远都很景气的。那么，如果大家赶上了这么一个机会啊，更多的要考虑接下来去怎么做的话，或者说还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啊去加仓去买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再彻底的去做一些分析。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我的10个思考，也就是说，其实在整个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要找的是市场的确定性，就是说在现在来看有哪些方面，或者说有哪些这个叫做方向并没有改变，是我们今年一直要去关注一直要去这个投入我们的这么一个投资策略和计划的一个方向。那么我选择了10个方向，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娓娓道来。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供应链的问题。那供应链的不平衡呢，导致了这个整个的生产呢，包括国际之间的合作的一种混乱。大家相信看到最近的澳大利亚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整个生鲜呢，比如说这个超市的这些供应啊，出现了一些中断啊，这些并不是生产不出来，也不是销售不出去，而是呢产生了这样的一些供应链的混乱。比如说运输的司机不到位啊，比如说某部分的这样的一个配送的卡车没有料数啊，或者是产生的等等的一些相关的影响因素，甚至国际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不平衡的贸易差。比如说像去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美国很多集装箱堆在码头没有人去拆，没有人去卸，对吧。那么今年我们看到的是上海的洋山港码头也出现了这种混乱的情况，也就是全球它从这个供应链的混乱中走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其实看到的就是通胀啊，由供应链结构导致的问题啊，不会轻易的消除掉啊。那么第二，我们可以看到从2020年以来的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呢还没有出现拐点。那虽然中间原油有出现过一次叫这个骤停，或者说出现负值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能源和食品还有主要的工业原料其实一直都在上涨这些就是我们影响衣食住行的一些东西。那还是落到关键的点，就是我们的生产成本，我们的生活成本我们的通胀。那么第三呢，就是作为澳洲的支柱行业铁矿石大家也应该也知道去年的时候呢，铁矿石的表现呢是非常的好去年有一段时间铁矿石呢是创下了历史的一个
高点大概230美元每吨，但是呢，后来呢，因为中国和澳洲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导致呢，澳洲的这个铁矿石呢开始这个迅速的下跌，跌到了90美元左右，那迅速又企稳，到了一个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平台的位置。那么这个铁矿石的价格是还会继续创新高吗？还是说必须还是会回落呢？其实根据我们分析呢，就是应该还是会回落啊。主要还是因为最大的买家以及中国地产这方面的需求在开始放缓啊，所以说铁矿石的危机呢没有过去。那这也是影响到我们澳洲的整体的这么一个贸易上的一个净流入的资金的一个最大的部分。那么第四个就是今年的一个常态啊，就是大家都在议论缩债、加息和缩表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有一些国家还没开加息，像澳大利亚但是像韩国已经加了3次息了，是吧？像新西兰也加了2次息了。那么加息呢会随着接下来的市场的这么一个企稳会必须提上日程，因为大家也看到了，经过2年的强势的这么一个放水，央行的这种独立性和公正性都遭受到了怀疑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对于这种放水救经济的这种方式也应该会有所收敛。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名义利率已经开始抬头，是吧？然后大家也能感觉到现在的市场和以前这种一股脑的这种叫做白热化的上涨啊，就是买什么都没有问题的情况啊，出现了一个很明确的变化。那么第五个就是因为最近这几年的这个大力出奇迹的救市我们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的这么一个幅度啊或者是预期啊是要有相应的调整的，就是我们不能按照去年前年股市涨20%-30%是吧，房价涨30%-40%-50%这种方式呢再去要求未来3到5年这样的一种涨幅了。我们要比较客观比较现实的去看清这个问题啊，这也是我认为这是现在比较确定的或者说我们应该在经历的这么一件事情了。那么第六个呢就是中美的互联网指数在一个历史的最大分歧点上面大家应该也知道去年的美股几乎就是夜夜新高all time high， 但是呢中国的股票在共同富裕以及打击垄断的情况下呢就是真的是叫做什么跌的80%-90%都没了或者说叫做没有受到这个资金的追捧。那么这种分歧呢其实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我们可以看过去5年、10年几乎这些市场说或者说优秀的这些互联网公司它的涨幅都是趋同的即使有的快有的慢，但是呢方向呢绝对应该是趋同的。但是在去年呢这样的一个背离的出现呢确实让很多投资人也看不懂。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大家要去理解，并且呢可能呢在今年呢会有一些变化的机会。那么第七个呢就是全球的实物的资产价格对于金融的资产价格呢出现了一个超历史级别的一个低估区域。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可口可乐没涨价对吧，但是可口可乐的股票呢却创新高了。也就是说这些公司背后的金融的这个估值呢实际上是远远高于我们现实的很多产品的价格的那这个也是我们要引起注意的部分，就比如说像地产和这个我们实物的一些东西那么第八个就是缺芯潮这几年呢这个缺芯的事情这个炒的此起彼伏是吧，然后甚至连二手车二手手机都很坚挺甚至涨价。那么这种情况是否还会存在呢？从目前来看的话呢今年目前还是应该有这么一个缺芯的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它还会继续制约我们的这么一个产量现实的制造业的一些产量。那么第九个比较确定性的呢就是粮食问题。那么大家应该也知道2021年的时候呢联合国就智慧组就提出过关于粮食危机的一些思考和这个 report。那么在去年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全球最大的几个粮食出口美国巴西这些他们都用尽全力在出口，但是有些国家还是就是不够或者说要买更多。那么像澳洲也出现了就是由于人力或者匹配不足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的这种粮食供应不充足的情况下
比如说像水果采摘啊，没有人，如果说没有人去摘的话，那么肯定会影响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产量的。那么在现在的气候环境啊这么不确定，包括呢这个国际环境也不确定，那么大家囤粮也是为了什么？防灾害甚至防战争。所以说粮食问题呢，其实是我们在2022年要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对于我们从能源端或者说从生产端往消费端传导的一个必然的路径。那我们就说到这个问题的话，也就是能源上涨肯定会对这些必需消费品有价格的一个传导啊，这是一个很比较确定的一个事情。就比如说它从成本上，基本上能源呢是涵盖我们生产各个环节的，像运输啊，是吧，原材料啊，各个方面啊，如果它一涨价，那么相应的以此为基础的化肥、农药、燃料、动力啊，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叫做小麦啊或者农产品的这个一个价格的上涨。那么还有一个替代效应，比如说当它价格涨得特别特别高以后，比如说我们不愿意烧油了，我们更多的去选择乙醇汽油，对吧，或者说我们不用它的化纤材料，我们去用原生态的棉材料，或者说我们不再用它的合成的一些产品，用天然产品，这些都会对农产品的价格造成一个抬升的作用啊，因为需求增加了嘛。所以呢这十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去思考，或者说去找到一些我们在今年的投资的一个方向。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呢，我给出来大家一些关于今年的我的一些思考。首先我总结了在目前全球的著名的这些大的资管机构像这个瑞银高盛投行的他们的一些报告如果从增长上来看的话，大家可以从这个表里面可以看到，对于明年的增长呢，大家都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是说增长的幅度和范围呢适当的会降低。那么通胀呢，大家也是很有信心的但是呢就是说对于消退或者说有一定的撤走，或者说对这个资金的流动性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只要这个管控得力或者说美联储不是特别激进的去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其实呢股市应该还是平稳向上的，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叫做乐观性但是呢对于我们个人来讲的话，就是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的冲击呢，要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出圈，就认知出圈，还有就是认知升级因为你如果只关注你自己的生意的话，可能接下来的市场的变化，包括国际间形势变化越来越快，那么你可能调整的就是比较被动。那么第二就是你的收入结构也有可能出现变化，比如像地产涨了一波以后呢，它可能会停滞一段时间，是吧，那么并且它属于一个长周期的投资，你有没有想过做一些更灵活的投资，是吧。然后呢很有趣的，比如说过去一年豪车的销量大涨是吧，然后呢其实一般的汽车销量呢反而没有太多的增加这里面也当然也有就是芯片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大家对于大灾大难以后更愿意去享受生活也就更愿意去把钱投在一些享乐型的消费上去了然后往往这个时候实际上买房的冲动就比较少，因为它属于长线类的，是吧，是一个要不断的投入资金的，你不断的去吃现金流的一个方向。那么
对2022年的思考呢，就是可能中美的股市回归啊，其实是一个趋势，或者说是有个机会。然后呢，港股呢可能有机会见底啊，也就是说，在现在港股在一月份表现还是还不错的，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 Hong Kong 50指数啊，在过去的一个多星期里面涨了有1500点啊。那么整个货币刺激的潮水呢正在退去啊，那么业绩为王，也就是说。对于那些能够持续创造价值、持续创新、能够在我们生活中不断的推出来它有竞争力的这些产品的这些公司，还是王者，还是会笑到最后。那么还有一点，就大家要思考的，就是疫情可能会提前结束，因为现在的这一波疫情，可能大家都已经从之前的恐惧转变成了一种调侃，也就是早得晚得，反正都得得，是吧？因为大家好像总有一个会被轮到的那种感觉，反而消除了对它的恐惧。那如果说疫情提前终结，那什么会受到冲击呢？我觉得第一就是医疗板块了。医疗板块从以前的香饽饽可能会变成，是吧？被大家不太那么看好，或者业绩会有所回落了。但是呢，从消费和旅游这些方面呢，可能在之前一直被打压的确定性不强的这些板块呢，会迎来一个非常好的增长。就是还是那句话嘛，就是大难不死，是吧？必有后福。大家出来就是想玩，就是想消费，就待不住了。那么这些板块如果说由于这次奥密克戎产生的一些加速的话，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那么我也给出了我对于2022年的一个配置的一个主线，我个人感觉呢，从这几个方向我们去挖掘机会是非常有这个叫做什么可期待的一个结果的。首先就是绿色能源这一块，绿色能源是我们接下来整个全球或者是所有的政府几乎都比较关心的一个板块，就是新能源产业链以及储能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高端制造里面半导体，我也刚才讲到了，因为缺芯这种确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现实问题。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前两天呢，台积电的业绩也是特别的好啊，出奇的好，非常硬，所以股价又继续涨。因为它现在像这些公司的话，它在市场里面绝对的定价权或绝对主导的这么一个能力。那么科技来讲，我们去年提出来像 Metaverse 这种元宇宙的概念，那么 VR AR 啊这些东西呢，都会有相应的，我觉得发展吧。这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机会，就是可穿戴设备啊这些啊，就打个比方吧，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二维的我，对吧？如果说我们有 VR，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三维的，甚至还可以 say hi， 多好。那么关于数字化智能汽车，这都是未来比较明确的一些成长性的方向。那么消费主线呢，就是我们刚才也分析了，能源的价格上涨会传导到我们接下来的消费品的价格里面去，所以对于食品啊这个农业产品的这部分的赛道我们要关注。然后还有就是 ESG 投资，这是这几年比较热的。当然一定要找到比较好的机会去关注它，就是说你要保证你的账户里面始终有一个 standing by 的感觉，而不是说今天我就满仓了就会赌这么一秒钟，或者是就这么赌这么一天。反正我们要有一个长线的思考，在一个比较好的机会的时候呢去把握它。那么今天我也丢出了两个甜点，我觉得在 top pick 里面呢，我给出了主要是 index 的这个产品，一个是 index 100，一个是 Hong Kong 50，还有一个是 ASIA 是个 ETF。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平台上或软件上去找一找，这些呢其实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风险是其实是很小的对于我们长期来说的话呢是可以帮大家去带来一些不错的收益的。就像刚才呢Jackie 王总也给大家讲到了关于指数投资的一些技巧和方法，以及我们还有一些相应的叫做 following 的这种单子的方式是吧，包括我们还有相应的这种培训还有讲解的这种一对一的 VIP 的课程这些都可以帮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到我们做投资的一种方式和方法。那么做到最后呢，给大家做一个风险的这么一个叫做重申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聊的内容呢都是基于个人的观点并不是强迫您或者说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投资
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是要考虑您的财务状况以及您对于这个未来的一些计划。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最好的办法是成为我们的用户啊，在我们 GoMax 有您的这样一个账户以后呢，您找我们，我们也比较容易的去跟您进行一个什么叫什么交流沟通，也比较容易去帮您去做一些这样的 research 啊，给您做好这样的一个支持。那么到了现在呢，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以及我们要做一个抽奖的活动。好 ，Jackie， 我们有你回答。哎，可你问吧，我看我能不能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医药、5G、新能源汽车这几个板块未来表现如何？如果说从长期来讲的话，我们看周期的话，从长期来讲的话，这些都是好机会。但是从目前的市场给到的估值来看的话，其实估值都有点高啊，尤其像新能源，像医药。医药呢，我刚才也讲了，如果说疫情在这次奥密克戎的这种驱动下有提前结束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医药可能会出现一些回调。那么新能源，因为前期的这个市场里面呢，可投标的比较少，它属于一枝独秀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介入机会。我觉得这几个赛道呢是值得持续和长期关注的。当然，如果你是长期主义者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也不惧回调的这么一个问题。科技股可以成为爆点吗？什么样的爆点？就是还会继续大幅上涨吗？我觉得有点难。科技股的逻辑和美债以及这个整个资金的流动性有很大的相关性哈，或者说叫反向性。如果说资金一旦成本增加的话，或者说加息预期增强的话，对于科技股的这种估值它是有一定冲击作用的。为什么美联储加息股票下跌呢？这不很明确吗？钱变少了吗？钱变少了，然后确定性变强了吗？加息了嘛，对吧？我去买一点这个利息更高的产品，和我去放在市场里面冒风险那不是叫做什么更明确嘛？选择更明确。对，其实股票就是属于比那个固定资产不是比那个固收啊，就是利息放银行里存款，它应该属于风险资产，所以说风险资产是优先下跌的。持有成本也变高了。我们不要光问问题，我们最好是能有一些互动，因为今天来讲的话，本身来讲，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跟大家面对面的，因为最近的数据啊，确实担心大家的安全和健康，所以我们就改成了这样一种线上的方式。当然，但是我们都是血淋淋的活生生的人哈。如果说大家方便呢，可以加我们的小助手，加我们的小助手呢，这样的话呢，就和我们在一起啊。我们有任何的动态，我们有任何的这种想法，我们都可以跟你进一步的进行交流。今天的问题我们也不会特别多的展开，因为也没有办法去特别仔细的跟大家说清楚。从逻辑上，让我们现在那个抽一下奖，对于今天来的观众啊，我们做一个抽奖。好，您念一下吧。中奖名单是 William 陈，手机尾号是5235。请加一下小助手应该有小助手了是吧？那到时候那个联系一下，我们到时候把这个礼品代表 BCR 送出，CBR Life， 感谢 CBR Life 的大力支持啊，感谢，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呢，就是跟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沟通。我们其实最好的是我们有一个就是一对一的这种VIP 一样的这种聊天和沟通的话，其实更好去帮助大家做分析。因为我讲的是一个宏观或者说比较大的方向，但到你的资金和你的账户的情况，可能你只能选一个赛道，对吧？你不能选5个赛道，你可能这样的话你就需要再去做一些思考，和你的工作和你的其他投资做平衡，包括养老金，很多朋友养老金里面的股票我们是不是要防风险或者是怎样，都是要特殊考量吗？ 对，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有一个工具特别好，就是我们这边是可以做空的，你养老金你没法做空啊。如果说有一个做空的工具的话，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灵活的去抵御风险，并且可以获得一些超额收益。这个
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啊。这个优势是，怎么讲，是完全可以展开来说很多的。但是呢，希望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更好的去交流。那今天我们先聊这么多。好，感谢大家的时间。好，我是奥斯汀，希望下次跟大家再见。好。